马神被称为台北最难订台的餐厅，点知王浩识货啊？梁家辉、李嘉欣、周杰伦、桂纶镁、大 S 等等等等等等，都是捧场客。切，打边炉啫，有咩咁巴闭啊？嗱，巴闭在咧，佢咧唔同一般打边炉打法噶喎，佢分咗七个步骤噶。哇！真係要逐步逐步咁嚟㗎，等爸爸逐樣試俾你睇啊！嚟馬訊打邊爐第一件事就係飲湯，湯底係用蔬果同埋麻辣醬同埋香料，經過煎、煮、炒、炸、熬五個步驟整成。滗一碗，飲一啖，藥材幽香，淨係麻你個口，唔確你個喉，舒服啊！第二件事，鸭血，饮完汤就食鸭血，台湾空运过嚟嘅鸭血，好似果冻咁色阵噶，要用刀叉食噶，烟韧嫩滑有弹性，饮麻辣汤极品啊！完咗鸭血至食肉，美国嘅安格斯牛小排，美国嘅肩胛翼板肉，西班牙伊比利亚黑毛猪都有啦，但必食嘅系温体牛。即是本地的手持肥牛，不要这样吃的，放入锅散两秒，再放入碗，之后淋麻辣汤，烫到半熟。哇，又嫩又滑又鲜啊！鲜虾、扇贝、海蚬、南非鲍鱼，全部都新鲜炸炸跳，麻辣汤或者清汤灼都得，鲜甜啊。鲜虾丸、墨鱼丸、鲮鱼丸、豬肉丸都是新鮮做的，最底色是有爆漿奶料牛丸啊！飲麻辣湯就最滋味了，吃到差不多就吃些澱粉質，朗下個胃了。放個王子麵不用熟曬的，焗到半生熟食就最正了，飽到咁，這個時候要吃些蔬菜清清腸胃。蘿蔔片、莴筍切到長一長，鮮甜爽脆有助解辣啊！咁你仲喺屋企炸，即刻出街食麻辣啦！